好，这个拉马，两个爪子拉住这个轴座的两端，然后中间这个螺柱，调整位置，可以顶到这个轴的轴心，然后上紧，这些可以微调整一下，就是要到最好的一个位置，好。 这样转，如果说转手转的动的话，可以用手转；转不动，可以用这个扳手。好，这个轴座就拉起来了。如果轴承还在上面的话。 也是一样的，拉马拉住轴承的两边，顶住这个轴心。 这边就拆了，拆卸完成。